这你知道，平时要、啊、哦，我的勘探，大哥，你抢我勘探干嘛、啊？真是的。就是追踪的平均年龄跟观看的平均年龄，他们会有那个数据统计。然后你知道吗？我竟然是那个哎、欸，哦靠腰哎、欸，哇塞！中计了，好的，谁说要磁铁嘞？对不对？我这套路可是手上没任何东西也可以的，我跟你说。溜啊！我说溜那么久了，不要溜那么短，我跟你说，妈的！啊啊！妈的，瞧我勘探溜那么短，真的是来乱的。哎，你看看这个勘探。六五台啊，因为刚才其实我不太需要前锋帮忙，而前锋送刀好像，但那个他没去追前锋，对，他追前锋，追前锋就有点亏了。但是他刚才要选择去追我，就是更歪，你知道吗？勘探的话，我会一直上下上下绕，但是因为我没有磁铁的话，我要拿那个距离去决定说要不要那个。跳鸟了！哎呦！
嗯，他也传错边，为什么他传那边啊？哎呀，你不行啊你，丢那么短。我要走，我要走，不要再遇到你们了。咋了？